小琉球位于台湾的西南方，在这个只有10000余人的小岛上面，每年却有超过1,200,000的游客前来岛上观光。以七月份为例，每年七月份来岛上旅游的游客逐年创新高。联合国曾经提到，过度旅游对旅游目的或景点造成负面影响，损害当地居民的生活品质。这股热潮在疫情后也在小琉球出现。在这个环境下长大的我，非常能够感同身受。这个看似天堂般的岛屿，实际上是炼狱般的生活。岛上的茶间带也因为过多游客踩踏，导致海洋生物明显的减少。为了要让观光与生态共存，因此我想到了一个方法要来解决这个问题，需要轮耕制的替换，可以到开放区域观看，同时也可以让生物有空间可以繁殖。在前往潮间带前，需至相关的网站上进行实名登记，并且提前一个月完成。设置导览线，在下水前需跟从导览员的指示走导览路线，并且遵从潮间带的规范。另外还有 QR Code 的功能，可以了解到更多原有的潮间带生态物种及相关即时资讯。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要有集体共识，才能让生态得以永续。